欢迎来到夏日时装周。大家都精心准备了自己的潮流穿搭，哇帅，这肯定过了，肯定过了，哎，哇，完美完美。为什么会有人长这么帅，我好生气啊，真的帅，我们真的羡慕，气死我了，我们两个也不想一直搞笑了。哦，等一下呢，去找90年代炯炯美发屋绝对不会出现的东西。这照片是什么？这染发了算吗？这个02年的人在里面好像想努力的看到些什么一样。你们看差不多就可以回来了，我们可以换一点在90年代生活过的人过去，比如说蛙哥。我就长在里面好吗？现在杨迪开始挑战。他能不能完成3圈的挑战？杨迪非常的稳，蹭上了啊！杨迪爆了一个了，杨迪生气了，他开始在里面暴走。我们比的是速度。过年了。